记起来，不要打架。对，我要星期六才记得起来。是哦，那爸爸也忘记，要打11好不好？用哪一个东西啊？拿棍子打11啊。但是我会这样拿抓着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一下来打打看看你抓不抓得到。那我要这样跳，那抓到，那你王瑞坤要示范看看吧。那你要这样偏，然后啊！看，我保证你抓不到。那我再把它跳，然后就把那个下面破掉了。是，所以不要打架可以吗？哦，我们在玩可以，但是不可以打人，好吗？啊，不可以打人了、啊！然后不可以踢倒战斗陀螺。我也要爬在你肚子上。哇，你爬在我的肚子上又掉下去，又掉下去。这个臭屁股。爸爸，你抱得动了吗？哇，太重了。你今天吃很多面，对不对？嗯。对啊。还要吃牡丹。爸爸，那一个是什么？那一个是什么？长水果的吗？对啊。那手可以伸进去吗？嗯，这样转，然后再变成手的。手就会流血。对啊，手就会变成冰淇淋哦。手就会变成冰淇淋啊。那你的手就不见了，好可怕！哎呦，赶快捡起来，它掉下去了，有掉下去吗？这个，它掉到卫生纸那里去了，变成战斗卫生纸了。我变成战斗卫生纸。说老板，你再来一个战斗卫生纸。再来滚啊！因为它真的就大便。你要用这个擦屁股啊？可以餐巾纸吧？没有，你给我吃完，你太慢了。你踩到天翼战神了。天翼是您啦。天翼战神被踩扁了。看我的高速突刺马杀鸡。锵锵。你赶快帮瑞坤哥哥马杀鸡一下。那不会太大了吗？不会啊。真的吗？太大了。长了臭蜘蛛人。臭蜘蛛人。一样的。长得厉害呀！你在干啥？杀！看我的超级马杀鸡。像我不怕。马杀鸡抓小鸟，我好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出力，粉色彗星反射力，不要。